一级能效和三级能效的区别。能效等级是表示家用电器产品能效高低的一种分级方法。那么一级能效和三级能效有哪些区别呢？一级能效最省电，五级能效最耗电。一级表示产品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，能耗量低。二级表示产品比较节电，三级表示产品能源效率为市场平均水平，四级表示产品能源效率低于市场平均水平，五级是产品市场准入指标，低于该等级的产品不允许生产和销售。以变频空调为例，一级指平均开机制冷1136小时的总耗电是312度，三级指开机制冷1136小时总耗电是410度。不过一级能效的产品价格要比三级能效产品贵1000至2000元。综合来看，一级和三级能效的差距其实真的不大，在选购空调的时候不能仅仅把能效作为唯一的标准。